those tonsils checked, guys. We're going to Mercy Hospital. Okay, guys. This is it. Dear friends, the pardon documents we're looking for are most likely kept in the Presidential Emergency Operations Center, or PEOC as they call it, which is located myself, and you'll be wearing murky uniforms to blend in a bit. Get in quiet if you can. Go loud if you really need to. This one's for Bane. And maybe for us too, yeah? Friday 2, 多放一天。 没有用到那么难的啦，幸运草跟那个跟烟火，哦，都有过，两个都全部都过。然后武器配置，对，玩烟雾的时候的武器配置超好笑的，因为他没得，因为他没得投掷嘛，就被反正后面有一阵子都有被。 需要一些需要火力的场，被打，就打出几次啊。后来配到后面，结果就是我们主副不是各四个嘛，就是一把流炮，然后一把龙骑，然后一把 A9，一把 DNR， 固定，只要这四个一起出，问题就解决。电吧。 对，一开始我用燃烧加 DNR， 然后嵌架是爆炸加狙击。后面有一场我用燃烧加狙击，然后嵌架 DNR， 加那个流炮，还蛮好笑的。我用山羊那一场是两只 N95， 把一只 DNR 换成 N95。 因为DNR是要打墙塔用的，因为麻烦墙塔用DNR比较好打，但结果就是清大楼，DNR清大楼清，DNR清大楼还慢。虽然说那些胖子在外围的威胁不高啊。
可是你一直放不管，如果他们带队冲进来，你会先出现。如果有好的机会的话，还是建议要赶快放掉他，把大头放掉。但没机会的话，就算了，先跑。为什么燃烧出现？反正先把附近的兵都给他烧一烧，烧完之后有空档可以打大头。油炮也是啊，炸一炸，顺便连那个面罩也炸掉，这样就几乎所有的兵就挡住。然后第一眼就专门拿来清枪。而且烟雾在变化，而且其实如果有一只 N95， 对啊，对 N， 我觉得烟雾那几场你要去看，烟雾跟幸运草我都觉得你可以去看，有几场都可以去看，都比我们想象中强。那一些我们用无政府没办法蹲的地方，这两组都可以蹲。我讲空旷处吧，空旷处其实有没有无敌根本没差。在山羊那个手笼子那个最明显，我好像刚好烟雾跟幸运草都是出前面的时候过的，好像有一次出后面，对，然后卡在那个后面那边输啊，没差，那个都有看见的那个什么幸运草，它可以守在车前面那一段，然后有一个车子。比较靠近笼子，就我们以前会守那里，有没有？后来推到更后面去守，那就发现那个薰衣草在那个红车后面，其实左右都有兵哦，可是他们的注意力不太会放在我们身上，我们在蹲着就好，他们不太会把注意力放在我们身上，他们优先打探前面那个 AI， 然后我们试出来是觉得说，幸运草啊，一个队里面如果四个人的话，最多两个就好了。那跟插针比较像，就反正他不要去积仇恨，他不要去杀人，不要去杀人，对他可以直接出去。我跟真夏有一场在那个边跨，真夏跟 AI 在小仓那边杀海多人，就兵子往他那边冲，然后我这边大仓这边完全都没有人，没有人愿意看我。然后我就一直搬东西，他现在被困住过不来，超笑的，就够硬。可是风水会轮流转，然后我用烟雾的时候，在山羊就被打得像狗一样，然后现在都没事，仇恨都在我身上，我现在出去都被打死，干，兵直接朝我面前冲，妈的，直接从上面的墙直接下来。我操！用别的牌组都没有这种事，我用烟雾那一套就这种事，在里面杀太多人，能被针对出去。因为那时候千下没包，就剩后巷两三只羊，就我去做，结果在那边两次羊运回来之后，我就死了，就被抓去关。他那个烟雾也是啊。也是在山羊的前面那边，我直接那个刚好前面有放一个补包，刚好不知道他放错，刚好放在那个气球那个开关上面。我想说他放在那，我就直接蹲进去，然后直接下烟，然后蹲在那里一直烧。我只吃两盒而已，就载走，好像有失败一次嘛，他飞机再失败一次，然后就载走了，然后兵被我龙袭压到过不来，蛮爽的。兵过不太来，然后左边不知道为什么没出兵，我们蛮奇怪的。左边之前打左边出很多兵，这次左边没出，都从右边跟前面来。从右边跟前面来，你只要探出过那个山就露出一点点，我就烧得到你。那普通兵是过不来的，他特种兵说大头都会被前下先狙掉了，变成他们大部分兵都过不来。
欸，有时候那个烟雾运气很好的时候会这样，你先中一枪嘛，然后变成60%闪避，然后第二枪闪过回家，然后你再中一枪破甲，然后变成60%闪避，然后第二枪过来又闪过你又回家。就是那个六十，我被那一招救蛮多次的。我被那一招救蛮多次，我觉得在烟雾在山羊那个 day two 那个笼子里面，我有被这招救过。我觉得一直有闪过，然后就回血。我觉得他那个做成闪过加40%还蛮不错的，以前才加20%嘛。对。对啊，他现在改加40%，这个牌组就蛮好。这虽然也是偷改啊，可是我觉得这个偷改是好的。他没讲，这个改他没讲。我记得他没公告，好像也没有修改那个叙述。两开始。中的，最近很常老师玩这套，就因为一段时间没有玩，先用这一套习惯，然后 OK 再玩其他的。这套算蛮，我觉得蛮中规中矩的 OK 吧。这样有准度吗？准度看一下啊，我看你这样准度，实际现在实际准度多少？你有点那个其他技能辅助？现在是 Total 这边他写80%啊，然后稳定度92%这样。对啊，你那个要加状态技能吧，不然准度应该不够。用起来还可以啦，就是像那个在那个砖卡片那一间，在门里面就是房间里面打击的时候，有时候会白宫弹没问题啊，在那种距离就差不多接近极限吧，就是会打不到。说在绿墙那一种，绿墙那一种你打狙击应该有问题。对啊，打不到，对吧？80太难了，80频率太高。那不是你枪法不足，是你的枪不足。哎，签下我后来有去看这一次的数值，我后来也没调整。原因好像是那个吧。就他如果要弄到比较好的数值，暴露值会比那只18%的高。
但他本身就很低啊，是其实不是配不了，配得了，配得了啊，一样能配龙骑士，龙骑士先配这一把，要把掉，一样配中弹。窗口那个要拔掉，那个前额要拔掉。装那个枪口是因为它有警八九。Those monkeys can still spot you if you get too close. 那都不装就好了，就要拔掉的，就打的人会比较集中一点。You need to go to the west wing. That's where the Oval Office is. Down the stairs. Find the access point. 大队压附路这样。哦，压附路子啊。There's the access gate.Oh, that's an office. Hospital security, then. Have a look. Ah, it's one of those. See if you can find something around there that will match the lights. 好吧。不然就是要在他发现你一瞬间。等一下。对。啊，没事，干。没事没事，我按错，我看错。我以为我带单词的油炮，哎，单词的那个龙骑。Here we go, dear friends. 看错，看错，纯粹看错。Be kept in the Presidential Emergency Operations Center, BOC as they call it, which is located under the White House. I couldn't get the exact details. Looks like they've seriously upgraded security. So we'll have to play this by ear.I'll be flying you in. 、okay, friends, we're going to be touching down near the South Portico. There are murkies everywhere, so be ready. To get into the BOC, you're going to need a keycard. And I think we should start looking for one in the West Wing. Let's go. I'm going to clear off for a while.开飞机都还没到位置，你们两个就下飞机了。下直升机，动作上去。因为我还在飞，然后你们。You gotta wonder how many people have snuck as far into the White House as you guys, huh? To get inside the Oval Office, you gotta go through the access point in the West Wing. Okay, you're there. Now, see the outfit reader by the gate. Open it. Okay. One of those.See if you can find something around there that will match the lights. There you go, those lights. Gotta mean something. No need to be quiet now. Okay, take a look around and see if you can find something. 欸，所以就算剪断也是要害。剪断的要重害。之前好像也有发生过的。除非你两条都剪开。还是要过门，我也忘了。还有钢琴的，那是钢琴。哎呀呀，这。Follow me. All right. Move. Okay, lead on. Follow me. Okay, got it. Back up, back up.哦，我以为这包可以捡。这边还有十五。
后面怎么被打？好了，今天我来了。有人，打开你就走。好放屁啊！这个他那个铁血门都没有拉起来，直接出，直接跳人。对啊，对啊，对啊，就里面直接有伏笔。我觉得剧本在入围，剧本。你说里面直接有多神？我们不报警，靠背。
都是火车。两秒。开喽！哎，我们要打针啊！要拿喽！对。完全没有靠近。我放了一刀。就满了，丢好了。哇，捡不到啊，是的。好，给现在该有电子。 State of the art systems in here, friends. Take a closer look at the vault.火力强到手掌，前面还是里面还是电脑而已。电脑比较凶，电脑比较凶，那我怎么对？因为电脑那边它有包含下来的。没有啊，下来那边那他们跳了下来啊，没跳下来你们那边可以打。我那天在前面，我那天不是在前面打，用烧的人。肌肉都不会太会理，就是我那边烧完在烧上面，你那边就胖胖也不好讲了，我帮你打。然后前面胖胖我叫你。I'll need to be patched into the mainframe so I can hack the system. I'm going to need some time to do this, yeah? Stay vigilant in case the smoky tankle decides to fiddle with the computer.呢把他跑进去马克
追打。别！哎呀！凶！AI 也没抓好，放你放你抓你，一波血，这边有。脚还有，抓。有。我两只满了，谁谁？牙齿来。Virus into the system. Yeah, 抓好抓满。买多少？帮我打一下多。有，我打多少？我有力打小。就他一出多少？他们抓走到哪里去？任务的时候是有烟的话，烟不会散。我看有两个。
都我放。有两个。有一只跑上来，Can't have too many close calls, friends. Remember what's at stake. Get some calls on those rooms and get back into play. Yeah. 这算是一种 delay 哦。你忘记毛会那个毛会那个毛掉地上了。Stay still. Move. You got it. What?对，我那个解完了，杀人的解完了，60万。可是它里面没有看起来会很多，应该会多一尊，还是那个金库那边会多一尊，多一尊雕像。对啊，有一个原本只有一尊吗？原本是一尊，然后你有两个会没有错啦，是有两尊。我还在想说这雕像是以前就在的吗？是不是很早就逛了一下？看看这个烟飞被炸了，看这个烟飞被炸了，超好笑！你把烟怎样？
我们丢的烟雾是可以被炸走的，可以被炸走，可以换位置抽烟啊。对，那蛮错，蛮不错的啊。万一丢丢歪的话，把它炸一下。那这样你看得到吗？对，它是整个都会移动吗？还是就是那个范围变多一点点这样？范围会变多吗？我刚看到有两坨烟啊，所以我猜应该是。阿宝的，阿宝炸到没？两坨烟，我怎么突然想拿高波弹试试看？两坨烟听起来很棒哦。先丢一个，然后用高爆弹的，用高爆弹再制造一个，这制造的一个彼岸，搞两只，对，那持续就有时候被各位甩卸，刚好没有子弹，好厉害 ，OK， 太强了，厉害。快跑啊！我上车，没有上车，没上车。烟那个烟，我们可以去那个安全屋使用的、啊。好，高爆弹拿起来。然后多炸两次，还变成两三颗烟。小心，你好像就不会再。来看一下数值，那个范围有没有变大？我的安全屋应该还没有被袭击，是安全的安全。这不用配技能吧？射个切过去，然后选个流，选个流炮就好了。最多发的，搞不好 H1 都炸了起来，再带个 H1 试一下。对，搞不好 H1 也炸起来，就组五一把一支流炮，然后复五一支 H1 就可以试。那我开始有点想试试看，闪光是不是也可以？闪光不太可能吧？闪光你炸了是不是没了？没有啊，是引爆前的。但是它移动位置而已啊，没有用吧？它有那么无，这个是没有用途的。你说烟雾就算了，烟雾这听起来有用途。好，可以，里面不是还没配啊？可以可以可以，没事没事，可以 RE 啊，没关系。没有，原本想说负五拿高爆，然后来想哎，猪好像也有双持的。欢迎你们来参观一下雕像。Fucking nice, it is. 啊，这是黄金的打了。Just don't forget who sorted it, you wankers. 我看不出那面具是谁。干。嗯。他手里拿着一个汽油弹，那个好像是新的。啊，我知道了，他就是跟那个嘛，那个啊，忘记哪个游戏，一样是杀，然后杀僵尸的。Back for Blood 还是没有很旧，很旧的一个游戏，那就是很拥有很多客制化，不算是客制化。Dead Island 很多改装差型的那个。哎、欸，没有，应该没有打完吧？啊？这不是只有测试这个？哦，对啊，你可以叫钱下丢，负责打的。价值测试多快，应该可以。啊，这样子打，用阿比的炸，我用阿比的炸看看。下面比较好炸，但等丢一颗而已。等丢一颗要等30秒。六十。在哪边是的？先找一个够长，这边就够够长的位置。真的，这边就够大了。好。哎、哦欸，飞起来了，飞到哪里去了？在这边。没有，这边没有在出烟了。好像没有变大，好像没有变大，有在这边啊，在这边。哎、欸，我看在这边，在机油这边。我看在这边嘞。哦，大家不一样。我看烟的位置没有变，你炸过来之后，它就没有出烟了。哦，好吧。对，我看起来这样。签下嘞，签下看起来这样。刚刚那边看起来有两坨烟，这边没有。等一下再丢一颗看。
房子炸就好，就那个丢的人炸就好，来看有什么改变。对烟雾的研究，对吗？不会打爆。飞到哪去？我看出烟味，就在前面一点点。那、啊、你把它炸到哪去？我看是在这边了。没看到。哎、欸，它怎么在原地？对啊，我看到烟的位置在哪里啊？然后这一颗在这里。你再丢一颗，但范围是没有变大的感觉，就是一个。有，我觉得没有变大。我看房主炸吗？有没有炸？我好像炸失败了。我炸，我炸。我等烟出来之后再炸。然后再来看说，你们被我们家里搞坏了。对，哦，到底是谁？那个叫什么？哈森。对，哈森他家的管家。OK。嗯？好像没变啊，球都跑到我这里。没变，不行，只是那个物体有移动。所以你们都看过那个雕像哦？看过别人，不知道、啊、他不就会有缩图了？缩图就长那样，差不多吧。哎、欸，走错路了，这个吧。我很少去加野景，就这个、啊。这个吗？这个多这一个、哦、啊？对。啊，那一个嘞？这个嘞？这个有拿汽油弹啊、這個？这个原本就有。这个，这好像是另外一个，不知道谁。不知道是哪一个，另外一个成就的，对，是这样吗？我记得我家里原本就有一尊，我还想说这一尊才是多出来的，有神，汽油弹，看是烟还是在哪，他们会有对，对吧？烟还是从那里冒出来 ，OK， 可惜。可以还想改变它的位置，算可以才是合理。为什么就不能跟着身体在哪里？刚刚有哪一关比较不熟？关比较不熟。对啊，哪些关比较少打到？想要预习一下。嗯，怎么一说？绿桥啦，乐街啦，这些意外的都好像蛮常打的。前一阵子你们刚当兵的时候，我就故意有排那几个男的，我回来就打。对啊，因为好像每次回来都打得起，就会觉得每次回来都拿先打得起。对、啊，后来就没有了。我想说，哎、欸，怎么那么爽，好像都没什么问题了，然后就停了。啊，停之后，上次打来攻，我说，哎、欸，奇怪，我们变不会打，奇怪，打法应该没有变啊。四个人的时候会有一个人在上面，这倒是事实。比较早期的时候是千夏会在上面打。三个人的时候，然后两个人在下面。AI 在哪？我不清楚。然后我跟千夏两个人的时候，就是两个人，四个人都在下面，连 AI 都在下面，上面没有放过。要不要等万圣节？自己。
想打什么？新关卡是哪个？乌克兰、墨西哥的那个。乌克兰囚犯。哦，乌克兰。为什么？那个啦，就还在港口那里。然后抢钥匙，然后给最后那个要救那个弗拉德的那个那一关。那个还是蛮少打的，但是觉得就流程没有。普普通通，普普通通喜欢。反正就是先左再右就好了。选关就是先左再右啊。监视器，哎，对，今天好像有发现一个嘛，柜子的名字啊，就是你用监视器看柜子的名字啊。那个柜子就是弗拉德的柜子嘛。然后还有就是烟雾，那个叫什么？风炮也会放在那个柜子里，那一种柜子里。对，它上面会有名字。最后面不是要在柜子里面找那个信？我们称为风炮，台湾称为风炮的东西，就烟火啦。烟火呢？就烟火嘛，就对啊。然后最后柜子也是找那种，找名字一样的柜子。没有，那个别的会没有名字，有烟火的会有名字。找有名字就好，找有名字的就好。嗯，好，那比较简单。点不了钢铁人，可恶！啊，不然再关注我们的路剧导演。好了，黄章对那个剧情有了解吗？为什么会出现那一幕？不太懂，为什么布拉突然就被抓了？哦，好，就开始解释。新的 DLC 不是有一个新的那个合约吗？他是应该是香港，他是香港三合会的退出的那个黑帮，他退出。对，然后之前他不是介绍我们去那个什么抓钢 heist 那边抢一个龙的黄金龙吗？那个地方是三合会的一个据点。啊，对对，他出卖了前面待过的组织的那里，然后因为 Pelican 需要钱嘛，他说这龙归卖的钱归你们，啊其他里面赃物的话卖的钱一人一半，他就成交了，就去抢三合会，然后抢完之后三合会都不爽，然后就是这个委托组的前老板把弗拉德抓走，然后想要拷问出 Payday Gang 的据点在哪里。啊，在拷问出来之前，那个就来救他这样。然后那个之后你到港口，他不是会有语音吗？他就会就先自我介绍说我是谁，就讲我的名字，讲他自己的名字。翻的蛮奇怪的，所以我不想要照他。然后讲说，你们最好把那个龙还回来，还有那个还要赔偿我们三合会的组织的损失。如果你们不做的话，就是威胁就对了啦。听好，这是你们唯一的机会，就威胁那个佩雷给你。就这样，简单说是佩雷跟先找他们查。被偷龙吗？对啊，对啊，算是这样。然后我们就是再去他们的大本营，再跟他们打。啊，那个中间我们不是有害，在中间一个小仓库有用电脑害东西，然后把硬碟拿走吗？那个硬碟里面记载其他三合会的据点。所以之后结案就是用那个硬碟在找据点。然后啊，那个开堆高机送弗拉德的那一个人啊，是这个委托组的线人，干真的超猛，就这样直接开着堆高机，然后无所畏惧的一种状态。我都觉得他可以加入。
别人开的最高级，我们开的最高级。那个玩 normal 的时候，我都跳在上面了，超屌的，直接跟着最高级一起走。干嘛？为什么要打？再次回顾那个看门狗装甲车，你这个是装甲车吗？边框啊，边框应该还好吧。不然打个鼠背好了，我其实还蛮喜欢玩鼠背的。想要玩鼠背？那哎，就是觉得先归在一起，后面我知道了，你是说那个比较难的那个鼠背？哦，也是可以。好，我们在 Level Race 有被打趴了。对，在第一个被打趴的点，火力不足，被火力不足。然后第二次换烟雾的时候，我就看千夏配了，哎，那不是我配的那个什么流炮加 DNR 还是燃烧加 DNR？ 对，哦，流炮加 DNR， 然后我就说，千夏，你确定吗？你这样配不是打不动乌头？我看他好像也没有暴击。然后果不其然的被攻破了。耶、yeah. ！七。然后后面他就把他 Angel 断出来。然后我们都没有用在一起。在一起不起来啊！每次那个被打倒在上面，有点在一起都起那个什么，连装死都点满了，没有一次起来。根本就是两个人一起上去，我先上去倒人，然后剩下上来救这样子，就是烟雾的弱点，烟雾在滑那个绳索都是很不利的东西，很不利的，没有什么好，没有办法上去的，血是全满的，也是三枪就死了，要把握不会中三枪。尤其是靠底有狙击手那里的绳索，好像不太那个那条绳索比较久，所以很难。前面那个还比较容易。哦、对，后面那个比较长，而且后面那边还有两个狙击手。狙击手不是问题啊，我们不先拿掉再上、啊，应该是没有人不先直接上，那准备要被狙死。就直接插针上，给他们打的、啊。对哈、哦，我给的那个情报只有千夏知道了。就是准确度的问题，就是研究烟雾的时候，我给他的数据，之前呢、啊，在还没有要玩这些关卡的时候，就给他烟雾的数据，因为他问过嘛，问我说，干到底是丢敌人好呢，还是丢自己好，让敌人准度减半好，还是让我们闪避增加好？我说是可能要先知道兵的准度有多少，后来有偶然想起来就去查。妈的，狙击手超准，基本上你看得到他的范围都是90%，然后一般兵是多少？90%哦，还是85%？85以上，很准。哎、欸，对，也蛮准，都是很准，对，都很准。嗯，这是我配了干嘛？然后，哎、欸，对我们打刀蛇有那时候有发明新招，刀蛇冲歪了。对着刀蛇下眼，然后就冲进去打他，就是我闪避加倍，然后你准度减半，这样蛮酷的哦。行哦，真的行，打得赢哦，而且还我们用 DNR 打就赢，还蛮行的。就烟雾有省着等刀蛇过来的话，可以拿来对决。久等了。为什么突然想用一般的打打看？
这样，这期间打了四炮，可以留下来用。而且 N95 其实只要高价目标就可以秒 boss， 就可以秒 boss 的。第一场输气，输气的电锯流，稳的。没有了，把地方扔掉。这样，那电锯有什么用处吗？没有用，跟谁光没有用。诚实好大，我都刚好闪过。第一次用诚实，哇！我这飞好吃好高。哦，哇西波动炮！波动炮这一关难用吧？这手在动，你要波什么？你应该守在前面狙，波外面。Just hold off the armies of darkness.应该太小了。天魔龙守前面应该是，因为有一排那他们有一点。大概都是人，完了。Okay, what comes after that? We'll go with the hydrogen chloride.
么躲啊？哎呀！我都走近还是被打，在哪里啊？后面，后面。好吧。那是一般兵，打的是红，那我在拿红。有人来救我，拿来爆就好了。好，我去拿。啊！不要打了，不打了。职业了。一刀。先放一包喽。好吧，这倍率太高，我完全打不到，打不到人啊！为什么会打不到人？太高，拍镭射打掉了，好不要开心。刚刚使用高倍率。来试试看，然后我都用最高倍率的、啊。我都用最高倍率的打。Get the move. I hope I got this right. Chloride, hydrogen chloride. Yeah, yeah. Let's go.带了个 NU， 那 reload， 哎，这冲不了，这冲不了，太厚，太厚，它是以厚度的，应该不会，右边有去有那个火车。顿手就左边，哎，右边也没有。右边没什么。右边没什么。有一两个。往前面走，往前走了，现在都在前面。哎，哎，要是啊，那不行。If I read this correctly, hydrogen chloride 拿到了。I'm sure, I'm pretty sure。别跳下去才对。好像不是。不行，怎么的？对呀。
这个 AI 真的厉害。对，数据巨像爱。人其实很少，等你分。一点看头。什么？干你的！出发。没事没事，跟我上。我不管了。嗯，去。啊，手上没有无头，靠！我，哎，你们怎么在那边？不说那边不行吗？他上去了，上去。哇，上面有鱼头哎、欸！看看，看看，被卡住啊！到处都是鱼头，是没事。后面有鱼头，好，我搞定。65.5% sure. Bulldozers eliminated!
chloride, hydrogen chloride. Fuck up! And cross your fingers. What? Wait a minute. Put them up. Yep. On your knees. I got. We got an opportunity to do a hostage trade. Look for the marked out hostage, then free them. It's hydrogen chloride. Okay. Oh. Go for it. Fantastic. Sydney's back from custody. Nei, bare hvor er Jen? Nei, ja, den er Jen. Jen er Jen, det er Jen. Nei, Jen, Jen, nei. Fy det bare, ja. Hva som kjemme er denne CS? CS? Mm? Jeg kan gå her sammen min.哦，我以为那包是，有要送包就随便送的这样。哇，人又来了，我又白给啦。还 U， 他们在，吉米是拿 U 吗 ？No， 所以现在是要送 U 嘛，对不对？好 ，OK， 好了。你刚蹲下来，我靠！靠，上面有人在打。你散弹枪还蛮好玩的，虽然那个衰减很恐怖，但是意外的还好。你有缺判你吗？我没有判你。好，我也没有判你。Shit！ 我忘记了，我慌张。我要带错你。哎，这你怎么下去了？怎么又一直在这边？哼！哦，我好像有喊到他。不应该是一直喊到他、啊，把笑出来，然后他应该又回去这样。第三次是。对呀，哇，会回弹的，换速度。啊哈，我没有电到了。他是 M 人，对啊。哦，我倒。电。Yeah.
人很少，但是却还是一直倒。哦I coming down. That's my best guess. Oh, 不行。Get off your bike. 被爆死掉了。Shit. 你在哪里？不然他左边跟过了。哎，这什么东西？我的伤害显示嘞，快掉了！两个一举击，没有补刀，都没有补刀。哇，真的！好了，补刀死了。没事。哎呀，你被拼命挡住了。上去吧，上去吧，谁先上都一样。对，刚刚看还有第一手没上。不录不录，我差点摔下去。错觉吗？因为好像觉得有地震的感觉。Okay, that's good. Now get more in there. I hope I got this right. I'm going with caustic soda. 我的神拳神手又 bug 了。下去。哦，是我的。对，我看到你现在是神手的样子。拿电五零打。哎，这里我也不敢下。算了，两个一起下来就好。
上方。我会砍，我会把你砍起来，让你飞上。这是一个没。有。直接让你上去。有人回来救我。上去。呀，看你最后的证据。我已经没有流泡面了，有啦，快有准备。再起的重要性。啊，还好我先放。就还是 bug， 我还是上不去。拜拜啦，各位。耶，换我有 bug。换我也有 bug。正确啊，王昌，不用气了，不该下来，要撑下下。因为只有撑下，真的坏了，对啊，对。所以王昌是怎样都不可以下来。刚炸到没子弹了，用电锯锯那个药好像不行。我看在这边拿铁，我女在打那个药。我也没子弹，剩铁我另外一个卡。散弹枪，散弹打得中啊？没有就打到没子弹了。哦，好，等一下，有趣的东西，有趣的东西，有趣的东西。突然好久没有玩散弹枪，觉得还蛮好玩。应该好久没有玩。好，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好，好，拜拜，辛苦了，嗯。